我是峰，然后今年19岁，来自一个网络时代。对啊，我叫东峰，然后我来。我是孙奇俊，来自奥普娱乐，18岁，狮子座。这个差不了。太阳系的小太阳。哎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杨氏化的何洛洛。太老了啦，这个太老了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东方物语的最官方的记者来了。哇，最官方的记者来了。很多吗？你出去吧，走开。那你其他衣服。我是谁？你是猪。是，他应该是比较紧张，然后做了一下长步的那个放松运动。对，他一到这种就是关键的懒驴拉磨屎尿多。你再说清楚一点，那个鼻音边音。懒驴拉磨屎尿多。懒驴拉磨屎尿多。哎，六金鱼来了，等一下。对不起，哥哥们。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对，他是。好，谢谢。